今仔日咱要所来读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甲第十三节。所以恁祈祷的时爱安尼讲：阮伫天里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日赐予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官能、阳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以上圣经，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的人，啊，照安尼去行的人。今日咱真欢喜，咱蔡牧师要分享的信息，就是耶稣论基督，论基督的第二讲，题目是。阮伫天里的爸，阮伫天里的爸，咱请蔡牧师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啊，今日开始，牧师要教大家做伙来学习，主教是咱的祈祷文。啊，咱差不多每一个礼拜拢会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。唔知大家有真实明白这段祈祷文的意义，就是当咱咧称呼阮伫天顶的爸时。能够思考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当咱咧祈祷讲，愿你的名圣，能够思考讲，咱安怎做，上帝的名才能得着圣。当咱咧祈祷讲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的时，能够真正去思考讲，咱要安怎参悟，才能催逼上帝的国降临。咱安怎祈祷？咱安怎活出生命的见证？上帝的心意、上帝旨意，才会当伫咱中间显明。所以，牧师期待用几礼拜时间，甲大家做伙来学习。我望透过这个学习，予咱每一遍咧运用主祷文祈祷的时阵，毋是真正用嘴咧念，是用咱的心咧祈祷。明天受上帝话，真正咱当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我感谢你。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也是听阮的天父。所以每一遍阮来到你的圣殿向你祈求的时，主你就向阮显明你的恩典。每一遍阮听你的话时，主你的旨意就临在伫阮的生命中间。所以阮恳求主，你时刻甲阮三合一的。我们有充足的智慧和信心，在赢取你的话，领受你的话，没任何阻挡，也修饰我们信心和毅力，还有加倍的疼心，让我们可以实行你的话，让我们本身和所有跟我们接触的人得到利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们。主教是咱的祈祷文，伫圣经中间总共有两种无同款的版本，分别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甲路加福音书。两个版本有小块无同，但是大致上是相同的。啊，以后有机会，牧师会甲大家做伙分析比较。啊，伫要分享主教是咱的祈祷文的内容进程，有两件事，牧师要先甲大家提醒。第一项事就是讲，咱通常会将这段经文称作主祷文，哈。啊，其实伊应该袂当称作主祷文，应该称作主教是咱的祈祷文。因为咱啊对这个这段祈祷文以三先的背景来看，咱啊看路加福音书，咱知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段祈祷文？其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来找伊。耶稣讲：“讲我未晓祈祷，求主教示阮祈祷。”所以耶稣甲将这段祈祷文教示伊的门徒，互伊的门徒知影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教示伊门徒，就是教示咱的一个祈祷文。所以毋是伊家己的祈祷文。那对内容来看，咱嘛知影，耶稣基督是无罪，无罪耶稣基督无可能爱求上帝饶恕伊对上帝的辜负。也无需要求上帝救伊脱离迄个歹
的手。啊，所以咱明白，无论对背景来看，对内容来看，这段祈祷文拢毋是耶稣基督的祈祷文，反倒等是耶稣基督教示咱的祈祷文，也就是咱本身的祈祷文。那对这个角度来看，安尼咱感谢上帝，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给咱一个真宝贵的礼物。伊予咱透过伊所予咱即个祈祷文来学习安怎做正确的祈祷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吼，所以有第二项重要代志要大家提醒，就是咱每一遍咧运用即个祈祷文来祈祷的时阵，咱必须要爱用一种真敬虔、真慎重的心来运用。当然，伫现主时的教会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无论你有洗礼无洗礼，你有信仰个别也无信仰个别，咱拢会当使用这段祈祷文。但是咱那边别伫早期的教会，伊甲圣餐同款，只保留予教会的正式的会员。就是讲，你有个别你的信仰接受洗礼了，你明白圣餐的意义，你明白主甲是咱祈祷文的意义，才会当来使用。因为因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，因为如果那你那无真实去明白主家是咱基督文，咱南三营，吼，这初代教会看做是无适合的，所以因伫这啊人要接受洗礼进程，要信仰个别进程，拢爱安排在课程，互因了解什么是圣餐的意义，什么是主家是咱基督文的意义。了后，当因受洗礼的第一遍，迄个礼拜的时阵，因才当第一遍来使用这个主教是咱的基督文，才当领受圣餐。然后以后，当伊这个人接受洗礼了，以后伊每一天拢爱用主教是咱的基督文来祈祷，来显明伊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初代教会称这个基督文叫做信徒的基督文。而且因咧使用的时阵，咧运用的时阵，拢是用真慎重、真敬虔的态度咧使用。以前伫教会中间咧礼拜的时阵，若要用这段祈祷文来祈祷的时阵，东方的教会，因拢有一段引言，伊安尼讲：讲主啊，互阮配得安尼讲，互阮会当快乐，而且无麻烦，甲嗯作为阮的老爸。在天顶的上帝，安尼祈祷讲，我伫天顶的爸。所以，因知影这祈祷文是遐尼重要，所以应用这个祈祷文，诶，有一个箴言来使用。啊，西方的教会，哦，就是大公教会，因是安尼讲讲，我是无配得用这款的祈祷文来祈祷，但是我感谢主，互我会当用这个祈祷文来成做我的祈祷。啊，讲一句了，才开始用祈祷文来祈祷。所以表示因是用这种真敬虔、真慎重的心来运用这个祈祷文。今天咱所有的人拢会当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，但是咱在祈祷的过程中间，较有可能因为今天真方便使用，所以咱好在使用这个祈祷文的过程中间变作形式化，咱变作有嘴无心啦。而且咱看到，咱若看马太福音书，咱顶礼拜有讲到，耶稣咧教示这段祈祷文进前，伊是咧提醒咱注意一件代志，就是讲唔通让祈祷变作形式化。咱祈祷是咧对上帝祈祷，唔是咧对人祈祷，所以唔通让祈祷变作咱让咱感觉让人表示讲咱真敬虔的一个工具。耶稣讲安尼，然后教示咱这个祈祷文。所以提醒咱，唔能让祈祷变作一个形式化。所以今日咧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的时候，咱来做一个反省。当咱用嘴咧念这段祈祷文的时阵，你敢有对心底真实咧透过这个祈祷文咧对上帝祈祷？唔通滥使用这个祈祷文。所以咱要真认真来学习，无需要用五个礼拜时间。甲大家来看这个祈祷文，虽然这个祈祷文真短，但是每一句拢会带予咱真深沉的启示甲信息。咱今仔日要来看
第一句，第一句，伊是安尼讲，讲耶稣讲，所以恁爱安尼祈祷，阮伫天顶的老爸，阮伫天灵的爸。耶稣咧对咱讲，咱祈祷的对象，咱祈祷的对象，这个上帝，伊是一个全能的上帝，但是伊嘛是咱伫天顶的老爸。耶稣咧开始咱的祈祷文，称呼上帝做咱伫天灵的爸。意思讲，咱祈祷的对象是天父。一般的宗教信仰吼，对神明是采取相当敬畏的态度，甚至敬畏甲会惊吓。咱看到一般民间宗教拢是安尼嘛。咱英国咧读册时阵，读到迄个《论语》吼，孔子讲啦：“敬鬼神而怨之嘛，敬鬼神而怨之。”吼，讲爱。敬畏鬼神啊，但是唔通甲伊相过接近，哈、啊！啊，咱民间的俗语嘛讲，请神容易，上神难，对无？伊讲这神足可怕的，吼、啊，唔通互伊踮伫遐相过，上好伊会当保庇你啊！但是，吼、啊，恐惊讲咱得罪伊，受伊处罚，哈、啊！所以一般的人，一般的信仰是对因所。敬拜的心明是一种非常敬畏的态度，甚至敬畏到讲会惊吓。但是耶稣教是咱的基督文中间，对咱讲，咱基督的对象是伫咱天顶的老爸。啊，随上伫耶稣基督的信息中间嘛，一再咧强调这。如果咱来看路加福音书十五章，耶稣咱一普通讲龙主的譬如，其实即马你来看现代中文译本写改做主爱的老爸对无？用耶稣讲，天父上帝就亲像一个慈爱的老爸，咧听候伊的囡仔悔改，倒转来伊遐。所以耶稣咧讲这个，咧反省这款的咱的上帝的时阵，互咱明白，咱所信仰的上帝，唔是一个高高在上、离咱真远的上帝，是一个咱会当亲近、咱会当对伊讲出咱的心声的老爸。这对咱来讲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啊！咱有一个伫天顶的老爸，伊静静咧听候咱对伊祈求，所以伫遮咱学习着，咱祈祷吼，爱亲像一个细汉囡仔同款，囡仔来嗯，伊的老爸祈求，咱的祈祷嘛是安尼，专心仰望咱伫天顶的老爸会当听咱祈祷。实际上，这是上帝给咱一个足大足大的应允。咱来看《约翰一书》第三章第一节，伊讲：“恁看，天父我尼啊疼咱，甚至称咱做上帝的儿女。实际上，咱就是伊的儿女。所以，咱明白咱跟咱上帝的关系，不是一个主人跟奴仆的关系，是一个上帝跟，还是一个老爸跟子女、查某囝的关系。”不是萝卜的关系，啊，今日甲查某囝，甲萝卜有啥物款的无共款？我牧师今日要分三项，甲大家分析。对这三项中间，咱嘛爱有三个回应。第一项就是吼，咱那是上帝萝卜，咱那刚那是上帝萝卜吼。你看那萝卜都惊主人对无？所以伊甲主人的迄个关系吼是。敬畏，啊，而且是疏离的。萝卜真惊拄到主人，啊，得罪主人。但是，那儿女无同款，儿女甲老爸关系是安那，是当享受迄个关系是亲密的。因为主人真，萝卜真惊主人嘛，吼。所以，真侪人信上帝，吼，伊感觉讲上帝对来讲是一个真高的标准，伊想到上帝的敬畏惊吓。一般的宗教信仰，我拄则有讲过嘛。咱台湾人因为传统文化的关系，对神明有一个惊吓、敬畏、啊敬而远之的态度，拢足惊讲啊，那假使若无说你吼，去得罪神明，啊，哪只神明受气吼，啊，咱就会受灾害嘛。我细汉也未信主进前吼，阮厝里虽然无服侍啥物神明，但是吼，有时阵会看人迄神明咧出巡对无？啊！我做细汉的时阵吼，阮老母就老我敬过，讲迄神明啦，伫遐咧出巡咧七夜八夜，伫遐路人咧行，你唔能去遐后背撞，吼！你若万一叫伊卡着吼，你会敲伊，
所以我惊要死的。迄人大概看到迄人个生命咧出巡，我拢避，要看啊，佮唔敢看。足惊讲啦，你阿伊受气吼，去用处罚。啊，咱细汉嘛有迄个经验，咱个时大人嘛，咱讲，我唔知恁有这個经验啊。讲吼，迄月娘袂当个袂止，吼，啊，只安那去用挂耳啊，对无？吼，因为有人认为月娘是神嘛，吼，啊，所以惊得罪伊嘛，吼，惊污蔑着伊，咱会受处罚。啊，这是一般咱伫外店伫这個文化传统下面。啊，有个人因为咱外店伫这款的传统吼，信耶稣了，信上帝了，用嘛用这款态度来看上帝。伫伊心的内在的深的所在，伊认为讲，哦，上帝该用是一个迄个情绪无啥稳定的恐怖分子吼，所以提心吊胆，真惊得罪上帝，惊去用处罚。哦，这就是做萝卜的人。咱看到做萝卜的人，伊足惊上帝嘛，伊感觉上帝是一个足悬的标准嘛，伊足注重迄个上帝的律法嘛。我上帝讲袂当做啥，上帝讲会当做啥，啊，伊都搁做袂到，啊，所以伊足惊上帝。吼，啊，往往即款的人，伊用即款心态去敬拜上帝的时阵，伊无真正的平安呐。伊会晓得惊上帝，但是袂晓得去亲近上帝，即种的人歹当当。信了真痛苦，但是咱看到圣经中间所讲的上帝不是安尼，伊讲因为上帝所想属的灵，不是要奴役恁，不是要将恁当作奴才，让恁游玩活在伫惊吓中间，是要让恁有上帝儿女的名分。所以当咱信上帝了后，咱明白，咱来敬畏上帝，因为上帝有一个标准。但总是上帝是疼咱，亲像老爸的一个上帝，所以上帝对咱有丰盛的阻碍，咱来辨别起来。所以咱一方面爱敬畏上帝，一方面咱也爱疼上帝，因为上帝疼咱。大家拢知影，我伫教会的时阵都无老爸，但是我细汉的时阵吼，我其实我有享受真济我老爸的疼。伫我印象中间。诶，老爸吼，阮老爸是一个真严厉的老爸，伊对我的要求拢真严啦吼。啊，特别吼，上讨厌阮讲白贼。我记我有一遍吼，我细汉时阵咧写字，拢学白做啦。吼，啊，去学校是去佚佗的啦。吼，啊，作业提顿下咧学白做，做交出去吼。啊，诶，大家作业的成绩拢做歹。啊，有一次是可能上过分啊，哈、哦，可能写到连我自己拢看无我咧写啥，所以老师我拍一个足歹看的分数哈、哦。啊，我想讲哇，顶日迄个分数转来吼，退转来都叫我骂到半死啊哈。即下来即个分数退转来，我真正惨啊。所以我就想讲，哎，我赶紧把即个簿仔来藏起来哈，啊，换一本新的啦哈。啊，我来藏里头，你知影？我拖下来开起來，啊，拖后边无一个，有一个砍掉，我来去本钱里遐，想讲安尼无人知影，叫我老爸开拖啊，迄本都落落来，伊一看我，哇，这成绩遐歹，啊，搁老藏起來，哦，足生气的迄边吼，我印象足深的，也批大老鼠啦，鼠到我伫遐一直走一直走，我伊在录，啊，我老母伫后边咧录，你要我保护，惊我叫我拍死，啊。伊受气了，怕了，我就一直哭，一直哭。然后阮老母就老讲：“你爱去哪？恁老爸回去嘞。”我就走去了。阮爸爸，咱囡仔拢嘛是安尼讲：“爸爸，我也该唔敢啦吼，拜托你原谅我，我也该唔敢，绝对袂安尼做啊吼。”阮老爸讲了吼，阮老爸要做两件代志，我印象足深的。第一件代志吼，伊就我咧哭着啊，伊拢老烂的，烂要做安做安哦，互我规个人拢。在他的怀抱中间，啊，在那继续哭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我其实了解讲，我老爸真正疼我。那无疼我，袂安尼老老处罚。啊，搁第二件代志吼，伊拢送我去学书法吼。所以我今仔写字讲，你爱看字，就是讲那个时候有怕了有基础了吼，基础怕了有安。啊，所以这个经验，我真是明白讲。一个老爸的形象就是安尼，
咱来敬畏伊，因为有一个标准，伊对咱有期待。但总是伊是疼咱，伊明白讲咱软弱无法度达到迄个标准，所以伊不断不断用伊的阻碍来引带咱、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渐渐行往伊替咱安排计划。这就是咱甲天父中间的关系嘛。所以咱来明白，咱毋是萝卜，咱是上帝的儿女。上帝是咱的老爸，咱应该享受甲上帝的迄个美好的关系中间。所以当咱咧用主甲是咱的基督文咧基督的时阵，咱讲阮伫天人的爸的时阵，咱咧讲一句话，咧用一句话基督的时阵，咱就爱明白，咱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。咱要享受伫上帝迄个疼的中间，所以咱对这爱有一个回应，就是咱来大胆。来祷告上帝，咱大胆来祷告上帝。意思是讲，当咱咧祈祷的时阵，咱毋是一亲像一个萝卜，惊主人，毋敢甲主人亲近。咱是上帝的儿女，咱是要借着祈祷来甲上帝亲近，去享受关系。有一挂人认为讲吼，祈祷就是向上帝讨物件，讨咱的需要的物件。咱唔通忽略吼，上帝会当吼，咱有时吼拢将迄个上帝给咱的物件，当作比咱甲上帝的关系更加重要，实际上是唔对。享受甲上帝的关系，比咱定义求啥物更加重要。有一个人爱上帝，给咱做者丰盛的享受，无爱咱无爱上帝介入咱的生活，无爱甲上帝建立关系。这真无好的一种态度。我记得我有一边生日吼，啊，到尾阿妈的时阵，我的囡仔吼，迄阵母亲要做细汉，啊，国小低年级，伊拢来找我讲：“爸爸，啊，鸡卵糕咧，吼，啊，鸡卵糕，我生日你甲我讨鸡卵糕，吼，伊爱食鸡卵糕，啊，我就来问讲：母亲啊，你是爱爸爸还是爱鸡卵糕？伊拢话讲爱看什么口味的。”那巧克力多，一个人较爱啊！那其他的口味无爱。你想讲，做一个老爸吼，是其他伊甲咱亲密有建立关系吼，比咱会当互伊的物件较重要点啊。相反，你爱明白上帝，上帝其他甲咱建立关系啦。圣经人讲，恁亲近上帝，上帝就得较亲近你啊。那么，通大概来个上帝的面前吼，就是要愿意讨物件啦。前阵我就看一个笑话，讲一个囡仔带因爸爸无钱啊，带因爸爸讨钱，讲爸爸我无钱啊，要读册需要寄钱来。因爸爸拢来回一个简讯来讲吼，囡仔，即马连诈骗集团吼要人骗钱吼，拢爱加减甲人开讲。诈骗集团要来骗你的钱嘛，爱甲你建立关系。啊，无，咱拢无要甲咱的老爸老母建立关系，拢一直要来讨啥物货。而且享受关系比咱得到啥物更加重要。这是咱爱学习的第一点，就是咱爱大胆去祷告上帝，甲上帝亲近，去享受上帝要享受咱的疼。如果咱能让常常甲上帝三甲地的，我相信伊的享受一定够也咱用。第二项，咱来看。萝卜甲李露的无同款。萝卜因为惊处罚嘛，所以伊做啥物代志不得不做。好，你做啥物代志只是咧尽义务尔。所以如果你若是有萝卜的心的，你进行所有的信仰活动，拢是亲像咧尽义务，拢形式化嘛。做啥物事拢唔对，啊无做阁真艰苦。我过去在台中中心要服侍的时阵，有一天有一个学生来找我，伊老我问讲：“牧师啊，如果那礼拜日吼，我若无去做礼拜，我敢会安怎？”我心中知影讲，啊，这个囡仔可能无啥爱做礼拜，啊，佮感觉讲吼，佮唔敢无去，吼，伊心肝想要问讲：“啊，
牧师，我那礼拜你无去做礼拜哈，走去约会，走去佚佗，敢会出代志？还是讲我那走去跟朋友聚餐，食物件敢会落屎？敢会叫上帝拍卡声，叫上帝处罚？所以我实在明白，这人上最大的问题是伊出自伊对上帝的心态，好亲像做礼拜是一种尽义务嘛。啊，我若无尽义务，上帝一定会找我麻烦嘛。啊，所以我就来给伊一个上最简单的回答，我就对伊讲讲，如果你那礼拜你无去做礼拜吼，安尼你的损失就真大，因为咱本来当真自由去享受。天父上帝替咱安排宴席，咱会当伫这宴席中间去享受甲上帝同在美好嘛？啊，这么丰富丰盛的宴席，这么好，而且宴席你无要来，当然损失真大嘛。相关的道理嘛，表现伫奉献这条这个操练顶面。如果咱有萝卜的心，咱将奉献当作义务，当作缴税。如果咱若无缴上帝的，就亲像国税局的人。会来找麻烦，这种人将奉献当作上帝咧剥削咱的产业，这是唔对的。咱所有的产业拢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，咱会当自由而且甘心乐意的奉献，这是回应上帝的恩典。相款祈祷嘛，相共有萝卜的心的人咧祈祷，是一个公式，是一个形式，是一个义务。无做感觉怪怪，啊做个个。佫感觉唔甘愿，安尼真痛苦。甚至咱有人将祈祷当作处罚人的工具，比如讲，咱那咧聚会时有人祈祷，讲啊，你祈祷，你祈祷，用祈祷来处罚。啊，祈祷原本就是遐尼美好，上帝予咱一个足好足大的冠冕，予咱会当透过祈祷甲上帝亲近。结果咱用祈祷来处罚，咱爱将这款的观念改变。祈祷是做上帝子女甲查某囝一种管理啊，咱应该爱调整，咱爱将做礼拜当作一种荣耀甲享受的管理，将咱来参与祈祷会当作甲上帝亲近的一个机会，这是一种祝福。所以咱来脱离迄个做萝卜的心，咱来真真正正有迄个子女的心，所以当咱。在祈祷的中间，咱咧呼求，咱伫天顶咧拜的时阵，咱真清楚，咱享有做礼物的权利，这是无信的人无法度享受的。所以咱要有一个回应，就是咱亲像囝儿甲查某囝，咱来敬拜、来祈祷、来服侍，拢是享受做礼物的权利。咱好像就一个细囝相款。在咱上界需要的时阵，咱会当将咱的父母拦掉掉，会当亲近伊，其他的人袂使。这只有上帝的礼物，才当经验得到的美好。所以咱来享受同在，人家透过这款的同在，咱重新得到快乐。最后一项，咱看见着萝卜甲礼物无同款的所在，萝卜咧做代志，拢是做苦工，吼。但是李路是欢喜甲上帝同工，因为这产业是属于咱的。有的人会安尼问讲：如果那上帝掌管一切，而且对一切拥有的有绝对的主管，那上帝在成就一切，为什么咱来祈祷？咱祈祷敢真正能改变咱所面对的困难吗？如果上帝若要改变，伊就自然而然的改变。这种想法有说法对，搁说法唔对。上帝是有一个绝对主权的上帝，伊会成就，伊要成就一切事。但是上帝真特别的，就是伊透过祈祷，予咱会当甲伊同工，予咱会当透过祈祷甲伊同工。上帝爱咱参与伫伊的工作中间，透过安尼，予咱明白咱的价值。咱细汉人来教咱的爸母做伙工作的时阵，爸母大多数的所有的工作拢会做了，啊，然后你参与一点啊，你就感觉做有成就感，对无？哦，我有做这个工作。比如讲，咱甲爸母咧算迄个拼图的时阵，爸母将咱大人将迄个所有的拼图拢拼好，啊，留几块啊，互你拼，
你来落入了哦，你若准讲哦，我有哪有参与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我有完成这件代志。上帝诶，动工诶方式就是安尼，伊爱咱透过祈祷去明白伊诶计划。咱透过祈祷明白上帝伫咱中间诶计划，然后咱能参与伫这个计划中间，透过安尼甲伊动工。啊，所以咱对安尼来看，有萝卜诶心诶人，伊无明白遮诶，所以伊所有咧做所有诶工作，拢咧做苦工。无法度享受工作的快乐甲成果，伊哪做就哪痛苦，因为伊是带重担来服侍，但是这里路的是带喜乐来服侍。伊明白，伊伫服侍中间的享受甲上帝同工的喜乐。而且圣经中间有一个足大的应允，伊讲只要咱分摊基督的苦难，咱也要分享伊的荣耀。意思就是讲，咱透过祈祷、透过服侍过程中间分摊基督的苦难，将来咱也要分享耶稣基督的荣耀。我这是我尼啊好的愿望，所以咱的服侍就得到激励，那服侍就那甘甜。所以亲爱的姊妹，当咱用主教时咱的祈祷文，咱讲我伫天人的白的时阵，咱知影，咱是透过祈祷。你甲上帝做伙同工，对安尼，咱来有一个回应。这个回应就是咱来欢喜祈祷，爱真爱祈祷，因为祈祷是上佳好的服侍。咱借着祈祷，甲天父上帝同工。最后，牧师要甲大家讲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就是咱拄则有讲过萝卜的心，有讲过尼禄的心。啊，要怎对萝卜的心转变到尼禄的心？上界重要的关键就是，咱来接受圣神的引创。因为圣经安尼讲，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讲，既然被上帝神引创的人，拢是上帝的尼禄。所以，咱爱被上帝的神引创。每一个真心悔改的基督徒，当咱个别咱的信仰受洗的迄个时刻开始。圣神的内住在咱的心肝中间，伊会在咱的生活中间引带扶持、安慰、帮助。上界重要的是圣神会当予咱明白咱甲上帝中间一款亲密的平行关系，而且圣神所享受的能力、大的稳定，活点在咱内在的时阵，予咱的祈祷就充满困难，予咱明白咱会当透过祈祷。参与伫上帝的圣工中间，我属是何等期待咱上灵教会是一个基督的教会。我属毋盲讲咱伫生活中间不断祈祷，也当来参与伫教会中间的基督会，透过圣神的引带，予咱灵命都活泼起来。当咱明白咱有这款的官兵的时阵。咱的教会就充满祝福人的快乐，咱当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激励阮，予阮有盼望。主，阮知，当阮呼求，阮伫天顶的父时，阮明白阮甲你有亲密的关系，阮享受主耶稣所赐阮儿女的冠冕。特别，阮透过祈祷会当甲你同工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啊！求主赐这款的福分，持续予阮会当继续甲你三甲地带做伙同工，而且也充满快乐，透过祈祷来祝福人，来荣耀你。阮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